我本来的身份是明朝一名锦衣卫。估不到我何英昏睡了四百年。九千岁是罪魁祸首，他陷害你，还杀了桃源村七十口无辜。我们四兄弟回来救回村民，只要改变历史，我们就可以改变了结局。如果皇上继续无知，我们明朝十几年后就会灭亡。我们的鸿图霸业就在今晚。父，你居然勾结日本人。美丽人生、荣华富贵，这些都是 bullshit。 现在两条路给你走，一，你被猪狗族；二，你交个 Ninja 给我。我告诉你，我选第三条路。如果天竺金蝶在我们面前，可以再次带我们穿梭过去未来，我最想知道到底我由哪里来，跟着会去哪里，我究竟是属于哪里。何英，你不跟我合作是改变不了历史的。